知因懂果是真谛中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永远不要怪别人，一切都是缘分，种下去什么因，就长出什么果。不种怎么会长？种下去好的因，就长出来好的果。花几分精力，就得到几分果实。有时候，我们看别人很羡慕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聪明，这么好？你不知道人家父母花的功夫多。很多母亲为了孩子读大学，天天起早贪黑，做菜烧饭，天天念经拜佛，替孩子求。末法时期，来到人间的孩子都是很有智慧的，智慧爆棚。想想看，我们当年玩的什么游戏，都是很简单的。而现在小孩玩的都是高智商、智能型的游戏。现在的孩子跟过去的孩子不一样，他们非常敏感，你对他好一点或坏一点，他马上感觉得到。他哪天不理你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种下的因不对。想想就知道了，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一个人一直对你特别好，你不要去怀疑，你肯定对他也特别好。如果一个人突然之间对你特别好，除非有目的，否则一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，全部都是缘分。如果遇到事情，我们总是怪别人，就会害死自己。很多人经常怪别人，为什么对我不好，不听我话？其实都是你自己没有做到位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这个好东西你怎么不卖给我？因为你钱没有到位，人家怎么会卖给你？爱恨皆由因缘起，莫求他过多行己，种因得果不虚妄，多种善因妙为上。